好。有没有人愿意上来做的？哎，还半怎么打？是这样吗？是这样啊。看是前后是怎么样的，我不能就这样回答你，要看你是哪个题目。我们现在让人家上来打就会知道了。谁要上来做的？嗯。哦，你做，没事没事，你做，你做第一，我就是。是这个先对不对？对，就先。啊，用红笔哈，用红笔对。拍先把拍子记好。哎，不会这样讲。这是数学讲法，不对啊。是是是，是哎，对。对。哎哎。哎，不用打一个斜杠吗？我觉得他写四四四三要打一个斜杠的。嗯哼。打拍子，对对。他要那个东兴姐妹要跟我们打十八页中间第一个啊，第一题哈。你的答案是不是都跟我们一样哈？然后上来做哈，用红笔哈。在学校里面老师教的那个方式记得吗 ？One and two， 他们有小小孩的。One and two， one and two， and one and two， and one and。
菜，所以等于是在菜料里，所以你不拆也可以，那就是打滚应该有的错判。One and two and 那老师你们教我们再打一次。没有，分的争论，所以其实才。那再打一次，你打一次给我们看。一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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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一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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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准备开始。不打鼓应该行，站起来。你要站起来啊，对。OK， 一二，一二，一。哎呀，我操！不要给他压力，不要给他压力。二，一，二 ，one and two and one and two and two。我选择打法，就是把它直接拆成四四分出去，就这样，就只要四个部分，就中间空了一个。打了也打了，不管，只要他全要。一二，一二，一二，对对，这次就对了，这次就对了，对。这个很多人就是在这个方面卡住了，就是搞不定哈。他的另外一种方法就是那个小孩子教，就是很多他们在美国学校的小孩子老音乐老师教的那种方法，也是一种方法。大家明白我在说什么 ？One and two and one and two and 对这样子。就是 one and two， 那个对对，对。OK， 这个觉得打得不好，不好打的。你会告诉你，不好打就站起来打。好，一起打，一起啊，一起，一起吧。one and two 比较好。一个来，一二，建议大家回去操练一下，真的是要操练，真的要操练，要操练，对，第四题有没有谁？你可以自己标一下，说这题是蛮难的，可以回去操练哈。第四题有没有谁要上来做的？怎么没人啦、啊？没人上来啦？一定要啊，我们还有四题啊。对，还有四题哦，要排队。其实就是我可以坐这边。哎，对，可以坐那边。对，可以坐那边。要不要上来坐？用一个不同的颜色，用蓝色哈。嗯、这个叫标标。标小节线跟标。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一二三。一二三，对，这个好，这个很简单，这个好打，这个更简单。哦，曾静，那写完了是吧？是多少？拍子四四。好。那打下了。哎。那谁要上去？谁要上去？啊，剪边上。给。第一下面第一。啊。四四。好，四四排能打一下咯，一二三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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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比较容易点哈。四四排就打，四二排就很难打。不要跟着打，大家打的时候。哦。哈哈哈哈哈。不算了，你再打去。好，再下一题啊，有谁来做的？嗯。用红笔写哈。
一二几遍。有没有谁要上来做的？谁没上来过的？谁没上来过的 ？April 哈。落红已经。两种都可以，对对，有两种，有两种做法。两个答案，我也是四四，或者你可以标上有两个答案，四四好打，三四不行，一定要四四，为什么不行呢？四四或者四二，结尾就不行，或者再拆不拆不能拆，对，上面的第三题，好，第四题有没有人来做？第四题在哪？谁还没上来？丽丽要上来吗？四四很简单了。中间第四题，红笔哦。好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。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。好，感谢主哈。到了第十九页哈，乐理自学指南十九页。这是你们的功课，加上适当的实质音符去完成这些小节，这个你们要自己回去做啊。好，然后我现在希望你们把这个《你是我的阳光》拿出来啊，然后把它来做一下。你是我的阳光，因为你们本来就是要弹这首歌的。刚才我们的小高姐妹就问了我这个问题，很好的问题，就是在《你是我的阳光》第十二页，哎，第十三页，教材十三页，红本。教材十三页，对。戴着耳机吧。哎，不用，先打拍子吧。哦，你是用打拍子。哎，用来打拍子。先问大家，它到底是拍子记号是多少啊？四四四四，对不对？所以每一个小节是几拍啊？四拍。四拍。所以它的那第一个小节的第一个音是修几拍啊？修一拍。所以你应该怎么打？是一二三四一，一是不打的，我怎么看到有人还打呀？啊，对，一二三四一，二三四一，二三四一，第三小节的第一拍不打的。是不是啊？是不是啊？是不打。哦，再来一次啊！一二三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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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。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一，最后一行是头一个小节是谁呀？停两下，
听两个哈，我看到有人第三还是打了哈，最后一小节，一二三，哎哎嘿嘿，怎么搞的？三四吗？三四对啊，三四我们要打，但是我们还是要先把一二三四讲完，你再继续打，要不然你乱套了，对不对？有人开始，有人不开始，对不对？嗯，最后一小最后一行，一二三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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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样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好，所以你弹琴也是一样，你就变成什么？一二三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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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那这个是你们今天十三页是你们的功课，你们今天回去还有第十五页，那是左手。一样的。哇，左手去弹的，但是你要弹，你要用左手来弹。用左手弹也是够累的。人家一换了左手就不会弹呐、啊，因为右手都比较灵活嘛。那个自学简单讲完了吗？二十页还没讲。还没有，还没有，我只是先到这边来跟大家说一下哈。待会讲了。我待会还会再过来讲。好，我现在还是要回到乐理自学指南，然后再过来弹这个。对，等于就是我把这个。不表示十三不用弹了啊，是明白了吧？上礼拜是十三，对不对？今天是这个礼拜改成十五，就是十二到十五。十二到十五。练习是不是？上礼拜只有右手，现在是左右手。左手而已。十二到十五。待会再讲吧，还没讲完。待会还会讲。对，不要跳过去那么快，那么讲。但是你就明白为什么打拍子这么重要。你打拍子不会，你那个歌你就不会弹。你拍子不会，搞不清楚，你任何一首歌拿起来你都不行。我们弹了十几年、几十年的人，任何歌都可以拿起来可以弹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这首歌，我一看，哎，它首先我看它拍子，它是几个？三四还是二四？虽然我没有唱过这首歌，从来没听过，但是因为我懂这些乐理的知识。所以我一看这个歌，哎，它是三四还是四四？接下来我看这首歌它是什么调，然后我看它的拍子是怎么样，里面的音符是怎样，我就可以弹得出来，是这样的。所以为什么这个乐理知识基本的你一定要知道？好，我们回到乐理自学指南第二十页，我要把它讲完哦。十九页你要自己回去做哈。二十页就是讲到扶杆，这个很简单了、啊，就是在前面的例题当中，你注意到了有的扶杆是向上，有的扶杆是向下。这是指导写扶杆的规则。扶杆是什么呢？就是在这个五线谱上面有任何的，一个什么豆芽菜，它的扶杆是向上的还是向下的？这个意思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呢，它有一个规则的，它是在第几线之后，第几线往上，第几线就要往下。我忘记的是在哪一个中间线，中间第三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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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三线以上的音符，所以第三线以上的音符都是要向上，然后向下，是向下的，向下，太高了嘛，那向下，第三线以上的音符要向下，以下的音符都向上，就是往上，然后呢，在下边的往上，对。平衡，所以这些要往下走的要往上，对吧？啊，对。往下走的要往上，所以就往下的，就往上，对，中线以下的往上，这一中线以上的就往下。好，所以他在这边他都讲得很清楚哈。然后以下为下列的音符加上扶杆，那个太简单了，你自己做好不好？中线
啊，那我就不用来帮你做了，你做完了以后你自己打拍子好不好？你做完了以后，你写完符干以后，你最好自己加上那个拍子啊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写在下面，要自己打拍子。那有些加在左边，有些加在右边。啊，不是，他有讲哦，他说哪边在中线上或是高于中线上的音符，他左右，他左右一定是，一定是是左吧，全部都是左的吧。全部都向左吧，向下的向左，中线以上的就向下。你不能像这样子，这样子不行的。哈哈哈哈哈。对。对。中线以上的就向下，中线以下的就向上。一定不是九，因为写成九样子，写成六样子就错了。向上的就是在右边嘛，向下的就是左边嘛，那个杠杠。对，你可以这样记，但是我记得说不要上六，啊，这个不上九。不上六，就是跟数字的那个六跟九一定要是相反的，你把它写成了数字就不对了。所以在音乐来讲，音乐的领域里面，虽然它很多东西也是涉及到好像数学一样，但是你不能把它当数学来带，是吧？好，所以我想我们乐理自学指南就是到二十页，好，今天就是从第十就到二十。你一定要回去去复习这些东西。还有一个方法要教你的，就是你到教材的这本书里面，教材的书里面哈，你看看后面哈，让大家翻一下，我看翻一个敬拜歌哈，简单的那个75吧，75页，教材75页，我们刚刚已经 practice 了那个你是我的阳光的打拍子，对不对？好，你现在看教材75页，爱何等大，好，它是拍子记号是什么？44，对不对？你可以用铅笔，如果你愿意，你可以把那个拍子记号写在下面。啊，给你们两分钟好了，写一下。拍子记号就拍子那个第几拍第几拍。哎，对对对。一二三四，谁？一二三四。对。哎，对。那其实不是写的乱乱哦，到时候有。考一考的，这个要写拍子。
要上来写。牧师他这里为什么要写这些 C C？ 以后就会弹，就弹和弦，以后会教的，就弹弹歌，我们弹这个。我们弹的是，我们不是弹旋律，我们弹那个 C 啊 G 啊这样的。为什么要这样？你这样做，就等于就是教你怎么去看这个谱子哈。任何一首歌拿来，你都是要这样做，你才知道这首歌怎么弹，我怎么唱。现在我们是学怎么唱，还不是学伴奏啊，伴奏都还没教呢。我们以后呢都不去弹旋律，以后不去找弹旋律，我们弹那个 C 啊 G 啊这样。我就觉得很奇怪，你们都教我们认谱了，为什么不直接看谱来看？为什么要写这个？这个书是这样子，就是简谱，其实应该不需要看谱。应该是要看这个来看看，就是要看的就要想到它是。对，但是我们最后根本不看旋律，我们弹的是弹那个，就是那个这种 C 啊 G 啊这个伴奏，我们弹就是。大家都写完的举手，都可以准备打拍子吗？好，赵英要不要带着我们打拍子？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哦哦，二怎么回事？没有那个一二，哦，一二，再来一首，再唱，一二三四。一二三四，一二，等一下啊，这个东西是对的呀，这是打两个吗？如果打两个啦，是啊，打两个，有打两个吗？哦，有打两个，我们都打两个，好像大家都糊里糊涂的，没秀你这个有打两个啊。OK， 好，再来一遍啊，再来一遍，一二三四。一二三，诺，错了啊，打两个错了。一二三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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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二三四。这个东西难，这个三一，你又半拍，这个就有点难，就是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。好难啊，就是这个半拍的好难打，你就是停在那里到第二拍说了再打出来是吧？说到二三四，先四再打，再来一遍啊！一二三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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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二三四。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。这里还有一个啊，这个一定要三四完了之后，三四看到没有？这个四在这里，四在这个地方。说完四再打，然后才这个，对，四，然后才出来。就这个节奏该怎么快？三四，再三四，三四四，后面还有这个，后面还有这个，三四，还有一啊，后面接着，马上接着，是要打两下，一下，后面得打两下，还要把人打晕，对对对。发力打晕腿子，弹琴就是要三四，一二三四，三四，一二三四。好了，回去练吧，这个。你们要回去练，同样的。你这爱和忍大，你最好把那个隔壁那个练我玉经，你也顺便把它练一下，啊，这你们最好一定要自己做。还有七十七页，爱使我们相聚一起，七五七六七七哦。就简单的歌你自己留心。
现在转吗？还是回去？不是回去坐。